到球球是已经晕车的黑鱼。对，晕三天。我们上车不到三分钟吧，他已经开始晕车了。今天要去一个蛮特别的活动，每次都说很特别的活动。哇，每次都好特别。每次都很特别。今天是黑鱼以前合作过的，就是室内设计师邀请他去的一个。我只看到上面的邀请函有很多酒，但也没有确切说什么。聚会之类的，感谢祭之类的。感谢祭听起来很哑巴耶。为什么？就感谢祭。啊，没有，我以前开台实况100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开一个感谢祭。对不起啊，我想到感谢祭只有，总之就到现场看看。对，今天芭比没来一个。我没有，我也没有问芭比。那芭比怎样？芭比说，他要忙，所以他不能来，难过。难过，就这样。现场看看。我们是第一组到的。傻眼。我太准时了，没有。黑鱼今天怎么这么准时？你不是迟到都是以小时起跳的？28楼，我靠。顶楼哎。我看起来好宅哦、喔。你看起来好宅？不会，我看起来也很宅啊。你嘞？放资讯卡投票，谁比较宅？可以看宅。就大家都投球球。我酷哦，酷哦。酷哦。谢谢。这边是我们拍照区。哎、欸、嗨。没想到我是第一组。对，你好早来哦。我超早。那边有超准时。他们说他们在楼下等半小时都没来。黑色不连。然后这边有一右转有一个，对，就是可以随意休息。先可以拍摄，我应该拍。对，完了他们已经拍，你太晚了。那我现在跟你说不行。直接把哈巴关掉。当自己家。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干嘛？今天要干嘛？我今天就只是想要邀请过去，我们有合作过。所以会有 YouTube 会来吗？会有 YouTube 来。有谁啊？有谁哦？我现在不确定他们最后会不会来，但可能会有阿斌。好尴尬啊，可能会有自己，因为这场是一个有点像大杂烩，因为我们有邀请过去帮助过我们，有邀请家人，各种的啊，了解。好尴尬，就是
收球啊。他说他是很慢的车，你就哪里上班？你可以坐着休息一下啊。我还在吃，我好饿。我看到排队，我就不想。那饼干超可爱的。是一个很私人的派对，算是私人吧，就是邀请制的派对。然后基本上我都不认识，我在那边当角落生物。不会啊，你有认识阿迪，有认识志奇，有认识。这是 YouTube 圈的啊 ，YouTube。大千。其他的不太熟。大家。OK。不太熟。弟妹。弟妹没来。没有，在身边这样讲。他醉了。真的没有。那今天影片就是一个记录日常的 vlog， 好废啊，有一点。啊，今天影片结束啦。如果喜欢听影片，欢迎订阅黑鱼频道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加留言。是不是在那边？然后来要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我想想还有什么。好了，订阅一下肥宅频道。一秒痴呆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要跟大家 say 拜拜吗？拜拜。